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来看箴言的第六章，而我挑的是第六章的16到19节。16节他说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。好，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其实在教会界里面，我听过，我觉得每次在听的时候都蛮再次的提醒自己要留意。神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。那有哪些呢？我们来看，往下看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、图谋恶计的心、飞跑行恶的脚、图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。哇，这7样事情是让神所不喜悦、神所恨恶的。我们一样来看好吗？我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，真的让我们里面没有这些。第一个，高傲的眼，高傲，所以骄傲真的是很可怕的，在神的眼中，骄傲真的是很可怕。而他这边讲到高傲的眼，就是看不起别人，好一个高傲。哇，你有没有这样呢？我觉得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如果你有高傲，你真的要赶快跟神悔改，瞧不起别人，看不起别人，觉得自己那个高傲。第二个呢，撒谎的舌，撒谎的舌。好，因为呢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嘛，所以你自己要留意那个我们那个嘴巴常常讲什么，其实是很可怕的，尤其是就是撒谎，撒谎话。有些时候我们就不经意的，你就把正确的，你就为了隐瞒就讲了一个话呢？真的求主也帮助我们这个撒谎的舌。第三个，流无辜人血的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借着你去使别人受到影响，流无辜人血。我觉得真的每一样对我们来说真的都很不容易。第四个，图谋恶计的心。哇，图谋恶计，设计那个不好的计谋，图谋恶计的心。所以你看，图谋恶计它不是讲行为，它讲的是你的心。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表达出来，可是我们的心很诡诈，我们在那边计算，在那边盘算，图谋恶计，我们想要弄一些东西让人家好看，图谋恶计的心。下一个，飞跑行恶的脚。哇，这也是很可怕，在图谎言的假见证，已经是谎话，假的见证，不是真实的。第最后一个，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，破坏合一，不善纷争，使彼此不是和好，是彼此更多的分裂。我觉得有时候甚至于我自己在教会看的一些人，他可能没有恶意，他只是觉得我就是想要把它表达出来嘛，我就是想要让人家知道嘛，可是你不知道，你其实就是在使纷争又产生。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，你有几样呢？这7样。好吧，我们就花点时间，我们来跟神悔改。主啊，你真的来救拔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主真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没有这些，主啊，真的是没有高傲的眼，主没有撒谎的舌，主没有流无辜人血的手，主图谋恶计的心，主为没有飞跑行恶的脚，
主位没有涂谎言的假见证，主位没有弟兄中不散纷争。耶稣，你帮助我，让我是一个谦和，我的眼睛是一个谦和柔和。主，我知道如果没有你，我什么都不能。主，我的眼，主帮助我。耶稣，你也帮助我的舌头，嘴巴讲的话都是确实的，都是正确的。主，你帮助我，主让我手所做出来都是清洁的，我所手所做的都是良善的，都是正确的。主，让我的心没有诡诈，让我的心是清洁的，是良善的。主，你只帮助我，耶稣，我的脚是平安的福音鞋。主，我到哪里都是带下平安的，带下祝福的。主是让我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主，我真的不要再轻易的来做假的话、假的见证或者涂谎话了。耶稣，你也帮助我，让我真的在立志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。主，我知道那些话语真的会使彼此有一个纷争。主，你就帮助我不说，你给我智慧，让我知道哪些话是合适说，哪些话不合适说。特别是我常常血气出来的时候想要讲的话，求你都来帮助我。主，是的，我真的渴望我的生命是成为你所喜悦的，所以你帮助我，谢谢主。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也鼓励你有空的时候再花时间自己为着这七点好好的祷告，愿神祝福你，阿们。按赞订阅。